你跟我说这个嘴巴还行，感觉还妙，妙很棒，很妙。徐光汉被灵魂化作下出表情包。买个雄心，买个我家爱你，你不爱我。台日电影《青春十八乘二》的演员们，仅上一回合挑战猜歌实力后，这次又来完成电影中阿咪的画册。前三位演员一人五秒接力画画，让最后一位猜出正确答案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换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换。OK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怕空气突然安静。你看。反红。天灯。对，那是会不会猜的？不是这样颠倒的，颠倒的，对，我可能肚子太饿了，抬头然后刚蒸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听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等一下，我好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我感觉太妙，没有很棒，我们换你。太妙，帮他们给你口看。有这么困难吗？青春十八乘二。是。可以跟他讲几个字吧。摩托车。哇耶！ Yeah! 我觉得第一题的人很重要，因为刚刚天灯就是第一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可以画。对。你可以画是。你就是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喽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开始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有有感觉有感觉。赢定了，赢定了，还在不？你合作过的，你合作过的。我合作过梅杜莎吗？是阿米吗？星原朵耶？不是。有一点接近了，很接近，有点接近，技术已经接近了，有点道之俊佑。哇！我觉得那个嘴巴还行啊。你跟我说这个嘴巴还行，这个嘴巴还行，剛剛这个卷发我觉得对啊，卷发，卷发。那、鼻子呢？鼻子？鼻子也有一点啊，给过。那我就抽了，你抽。青春十八乘二，告白练习。告白前在镜子前面练习告白的那个片段。嗯。青春十八乘二呢？青春十八乘二呢？你看了之后，觉得会回想到你恋爱的时刻。没有，居民在戏里面好像有这样。情人节，情人节，情人节再见。会送给粉丝啊。我觉得虚心文自己留。